OK， 好，今天是导师时间。好，好 ，OK， 不好意思，打扰上镜头了。好，那个我要分享一些事情，就是我这个人表演欲望很重啊，所以有舞台有麦克风就停不下来哈。好，我再尝试一件事情是说。大一的时候，其实大一不应该上课，但是没办法，我是班导师，你就把我当魔王好了，好不好？有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。好，这是。好，像这一次我选了一本这个课本，我觉得不错。我已经把书单给出去，你可以研究看看。它叫《大学英文简化》。我觉得这本。有兴趣第一天不用买，我稍微讲解一下。简报的话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哈。我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硕士毕业去读博士班，我们外国学生都必须修一门课，叫做助教英文。那助教英文有一件事情很奇特哈，就是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在台湾硕士班要上台演讲至少3次到10次，然后在实验室演讲的话，至少要10几到20次左右，不一定嘛。所以上台都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。但是我们台湾不注重这个，只重要的看电脑、看荧幕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做了微生物，发现这个现象，什么，从头到尾眼睛只看。电脑跟大荧幕，于是我就带着这个习惯到美国去，然后就被修理了。你要看着你的观众，而且平均扫射，因为这是一个礼貌。那这个让我一个很深的感受，说我读书这么认真，实验这么认真，但是这些技巧却没有注意到，那甚至你们在教改之后，你们遇到国中、高中。很多上台机会，但是大家不见得会注重这一块。好，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这块可以好好了解到。好，那我就快速导读过我们今天的课程了。今天的课程，我可能用10分钟就好了，叫做简报。如果你看到英文，代表你话说的重点。因为很简单，简报技巧。可以用你习惯的语言，你可以用什么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管啊，用台语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你习惯的语言是你的事情。那我希望说，只是在简报技巧之余，我们分享一点点英文的方式，叫做 OK 吗？我知道你们甚至有些人的英文程度不会在我之下，你们因为我是苦读的，我不是天才啊、哦，我英文的我是很苦读的。好，那。这边的话，我快速介绍这本书的目录。好，这本书有五个单元，第一个单元简报前准备工作，认识简报对象，制作简报摘要，建立个人简报大纲，然后设计纲要，加强表达模式，然后练习模拟。我今天会导读是第二部分，自我介绍跟闲谈的部分。好，那。其实你们看美国影集都有一个特色哈、哦，两个人在搭电梯，即使是陌生人，或者走在路上，嗨，啊，他们很怕没有话题可以聊。我告诉你，昨天谁又连接出了2次全垒打，哇，对啊，怎么？我不晓得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全部都学，但至少可以学一部分，学什么部分呢？我觉得多开。王小姐，你今天看起来比较精神哦。要不要说，王小姐，你今天是怎么样？打包被子没？是不是？也很好。沈先生，我总觉得好像今天有点笑脸，是怎么样？动乐多还是什么？啊，起一个头，一个句子。那这些句子在我们生活中，其实我发现好像不太会。包括我讲个故事哦，这个同步录影，我无所谓哈。去举个例子，我常去卖场去吃三三巧福，我去端着面，不好意思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小心，但是台湾人几乎不讲这种话，你仔细去观察，我为什么？我本来也不讲，只是。
是我换到一个国家住了四年之后，有些事情我发现不太一样。我回来这边还到现在格格不入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讲。好，那下次如果你有兴趣，你们直接买课本。那网址在这里，我们这次课程的网址在。啊，我等一下再给各位好了，我直接先跳到第，我想讲的部分啊。
这边有几个例句哈、哦，所以这里每年到这个时候一直下雨吗？每年此时都这样子吗？今天的确很热，这是美好的早晨啊。好、哦，今天下午天气变得太快了，天气好的不能再好了，这 OK 吗？好、哦，去思考，再说思考。目前我先从第二单元切进来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以后跟他闲谈的时候，稍微准备一点点。今天好，等一下我要去假设好，假设我要去跟某某企业聊某某事情，那企业主人是谁？不知道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我知道企业主人江董事长，他最喜欢打高尔夫球。赶快前一天晚上读一下最近有关高尔夫球的讯息。啊，或者当然这个在做作啦，但是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投其所好。好，那你完全不知道的时候，背一下这两天的、桃园明天怎么样，然后哪天下大雨等等的。啊，重要，告诉你去年下大雨的时候，我刚好在湖里往淹水了。原来话题冷下来啊，好来，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啊，这一段的英文，我们从地图的地方开始。Casual introductions and small talk. 1. Hi, I'm John. Nice to meet you. Okay. Casual introductions and small talk. 我跟各位讲哦，英文是我的痛脚，但是我是苦学出来的。我会跟各位分享，有些人对你们也可能哎，阿伦教授太简单了，国中就会了，高中学更深。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比较难，那跟着阿伦脚步慢慢走，你们程度比较好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会找我推荐一些其他的书给你看哈。好，再来，他第二个说 ，Hi, I'm John. Nice to meet you. 好，继续往下看。这个再加一下。好，请看。Two. Hello, I'm John Smith. It's a pleasure to be here. Three. John Smith. Hello. Four. How are you doing? I'm John.好，那像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再说一次哦。其实这门课的重点，我比较希望是说，我们从一本教科书里面的逻辑，不是语言哦，是它的逻辑跟它的方式，我们先去看。看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你们有兴趣、有意愿的时候，顺便把英文看一看。尤其我真的导读一个程度之后，下一本书是什么？下一本书是面试英文。那是英文有一题，我到现在每次读每次印象很深刻。他都解析说，你未来五年你要成为怎么，在公司成为怎么样的人？他会问你这个问题，就像各位真实进来的时候，大家会问你一些问题一样啊、哦。当然，你们脑袋都是题库，你就赶快背来题拿出来用。好，你到我们公司应征五年后，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？问题不在乎你哦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接下来生涯规划的问题？好，所以这本书我先导读你所大选的部分，那个 presentation 部分，未来我们看情况、看人数啊，看人数，而且人数不是这里，人数在这里，人数在这里，没关系，你不用管我在做什么，我一直在做实验，我们在做实验。好，那。到时候导读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阿元的想的事情是这么远，阿元想做的事情这么大。好嘞，我们这边看完之后，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啊，看第二部分。Weather one, so is it all? 来，继续重来啊。等一下会进来这一块啊，谈到天气的部分。好，开始。So is it always this rainy this time of year? 好，像这个英文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速度你，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练习，你有买书的话，看你有多少时间。如果你时间不够的时候，会怎么做？时间不够就直接看。如果你时间够的话，像我会怎么？我会。知道说这个是第六句，旁边有写第六首曲子，把这边遮掉。听完之后看一下 ，So is it always this raining this time for
叶，我晓得国家的人在说什么，他没有讲，不知道吗？好，那你听完之后，你听到的意思、听到的字跟他讲的差多少？因为如果你们买书之后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要拿厂商的都会扣，你们只要买不买自己决定，去听去对照它的差别在哪里。好，第二句，来，你看第二句。Two, is this normal weather for this time of year? Three, sure is hot today. Four,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. Five, the weather sure changed quickly this afternoon. Six, couldn't have asked for a better day. 好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我不好意思在镜头讲，这边速度对我越快越快。有一次我在一个梦里面，非常温柔，非常温柔，不管。他讲的第一句话我完全听不懂，然后我跟他讲啊，你哦，这种人事隔三秒我脑袋才听懂，我的 CPU 比较慢才处理了，哦，我听懂他讲什么，他讲 Where am I in this mall? 我在梦哪里，我迷路的意思，对不起，我 CPU 处理很慢，那没办法，这是我天生的那个状况。相对起来有些东西透过训练是可以是增加，别问我为什么会毕业，我不知道，老板就让我毕业了。好， OK，大概这个情况之下，愿意的话，那个不行，刚才课本留在同学这边，大家传阅好不好？下周还给我。等一下，不行，那个大家传阅一下，明天还给我好不好？明天吧，因为我可能要继续准备讲义，准备以后的东西。明天或后天，本周还给我，这样就 OK 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把直播关掉，好不好？关掉，你再问问题。等一下，这个要开一下哈。啊，这个是 Facebook 的直播，这是 YouTube 的录影，这是阿远的 4HD 的录影。四位我们系友，一位外系的系友跟我学长正在观看，赶快关掉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两周再来。